大家好，我是阿王，欢迎到我们投米卡第191集。我们今天要投米卡电影版系列的头文字 D 高桥良介马自达 X7。然后盒子上面有显示说它可以开车灯的功能。然后它的车主是高桥启介。我们就来开箱吧。然后这台车是有改装过的 R7，然后前面的大灯有改装过，然后多了下面两片空力套件。然后变成黑色的轮圈。然后双门的跑车。然后后面有做出尾翼。然后是单处的排气孔，然后车灯是有做出透明的盖子，然后它可以从底部开启它的头灯，好，那我们今天投米卡电影版系列的头文字 D 高桥良介马自达X7就介绍到这里，拜拜。